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年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成年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成年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042页，第六行看起，第六行。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行之法，于此能行，是其无相智慧。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，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即使是在设法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难行之法啊，所以底下话了，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，能信世界无相智慧。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，这一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，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，这叫无相智慧。无相智慧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，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，
不是学来的，本来具足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除这个之外，都是幻象，都是妄象。啊，无相智慧是真相，心地清净，一念不生，具足大圆满智慧。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这个时候现前啊，障碍没有了，智慧现前。佛说这个，他能信，他不怀疑。啊，能信的人，见阿弥陀佛，见极乐世界，确实是轻而易举。啊，他想见就见到。想看就看到。念老下面引《金刚经》的话说：“如《金刚经》云，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心者，是诸众生，无复我相、人相。”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有还是《金刚经》上的话，岂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皆受持，世人则为第一稀有，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都是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我人众生是形象，受者是寿命啊，寿命的长短是属于受者，延伸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存在的空间与世界，这些现象都看破了，都不会起来了啊。那么众生有没有？有。受者有没有？有。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，一生一切生，一灭一切灭，好像这个大眼幕，我们按下频道，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。同时出现，实际上不是同时，有先后，有先后次第。啊，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，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，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
是2240兆啊，单位不是万不是亿，是兆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觉察不到。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1/2秒、1/4秒，再快就看不到了。肉眼的能力很有限的，要知道啊，所以见不能用眼见，用什么？用见性见色相，用闻性闻音声，用六根的根性，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就看到真相啊。那是真心。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，妄心就是生灭心啊。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，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，被我们看见啊，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，它就在你面前，眼看不到，耳听不到，鼻闻不到，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对于佛经上讲的现象，还是感到怀疑啊。啊，它到底有多快？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？佛经上有说，我们听了不能接受，不以为然啊。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，我完全相信啊，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。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，量子的生灭频率很高，高到无法计算。跟佛在《大乘经》上讲的完全相同。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，不怀疑了。如果没有量子，那只有一个方法，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，豁然看见了。大乘佛法里面，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，定功啊，应界得定，
因定开慧，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，智慧豁然显现。啊，正是所谓小悟开小慧，大悟开大智慧，彻悟就能见性。啊，也是经历很多层次的定功不断的加深，一直到明心见性。宗门用这个方法，教下也用这个方法，教下叫止观，止是放下，观是觉悟，同一个道理。啊，止是放下，观是看破，明白了，明白之后怎么样？妄心就不动了。妄心不动的时候，真心就现起。真的，本无动摇。真心本来不动，你回归到不动，妄心止住了。真心现前，妄心就是虚妄，动它起作用，不动它不起作用。这个道理要晓得，我们能够看到宇宙，能够观察到太空，能够看到细菌，啊，在显微镜下面，小的、大的，借着仪器都能看到。能看到的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个要知道。啊，《心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，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。见性问题才能解决，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。啊，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。啊，破空论上说，这藕益大师说的，设复既有少许，我人等相，绝不能信此经。此经是讲的金刚经，
金刚经是属于般若，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。啊，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，我们就很难接受。明明是真的，摆在我面前，它怎么是假的？啊，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，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，他心清净，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，确实不一样啊！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，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用真心，你就成佛了；用妄心，你还是凡夫。怎么样用真心？利益一切相，真心就现前，把一切相放下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不要受它干扰。啊，真心如如不动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我们把它分开来看，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是起心动念，极其微细，起心动念，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，啊，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起心动念，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，分别相处了，有分别生执着，六道万法，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，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执着。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，菩萨不分别，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没有了，比阿罗汉高啊！再提升一级，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
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，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破一片无明，见业业分本性，见到真心，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，视线在人间，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，实际上不同，不同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、菩萨、阿罗汉、凡夫有什么不一样，这就说清楚了。啊，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？一定要知道，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。修什么？我们先修不执着，执着放下了，正放下了，正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。不可以执着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这都是一执着。那分别这个身是我，这个衣服是我的，从分别起执着，阿罗汉没有了，菩萨也没有了。啊，菩萨比阿罗汉高，不但没有执着，你分别也没有，不分别就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，这是菩萨境界。阿罗汉比支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，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空论，接着看底下这一句，血雨此境信皆受持，觉能了达我人等相，当体皆是无相。好啊，讲得真好啊，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你对《金刚经》信皆受持，能了达
我人等相，当体就是无相。心经上说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这一句的注解。啊，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？心经上这几句话，当体就是无相。可证能性之妙德，具体即是无相智慧。佛说这个，你为什么能相信？你为什么能接受？你入了境界，你完全看到事实真相。佛看到了，化身菩萨看到了，你也看到了。那么再回过头来，盖此经中那最极圆顿，超情离见，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。这是净土宗，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。圆是圆满，丝毫欠缺没有，顿是快速。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见性成佛。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。若人于此法能生实信，你真相信，信思信理信因信果，信自己能往生，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，这是信的好。信有这六种啊，这六种信你通通具足啊，这叫实信呢。啊，所以下面说，如是六信具足，当知其人，以彼超情离见，与无相智慧相契。相契合，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：若闻此经，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，你要听到了，你要看到了，信、有、受、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呐、啊。独留此经品里头有这四句话啊，你听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或者是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。你能够信，能够喜欢，能够接受，
实是依教奉行啊，能够依教奉行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次难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，也相信，也学习，学了几十年，功夫不得了。什么原因？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。能现，能依教修行，难中之难呢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没有比这个更难。为什么你一天就相信？佛经上说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，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。所以听到这个经，叫他一门深入，他真干；叫他长时熏修，他也肯真干。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，真是难中之难。有这样的深厚善根，他完全接受，依教奉行。啊，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。心地清凉自在啊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，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，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，欢喜赞叹，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都好，不必计较。如果要论成就，圆满的成就，究竟的成就，那只有念佛求往生，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。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我们接着看这后面，前面说取相分别，虽种大福田，求出轮回终不能得，这是取相之过。着想
我们修学这么多年，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？就这四个字：取向之果。着相，样样都认真，没真放下。我们再看下文，经云：若以无相智慧，执中得本，当生佛刹，永得现。是乃立相求生之功。一句话，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。只要立相求生，就成功。看下文，经云：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也。何如三倍？上中下三品，三倍往生，何多一成？关键所在，已昭然若揭矣。真的给我们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啊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者，无相智慧。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？真的说得很好，万法也如，染净平等，故身心清净，净念相继，自然远离分别，不再执着了。或以净宗仪厌离娑婆，心求极乐为愿，如是心念，岂非分别了？这也都是祖师大德说的，佛经上讲的。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的，啊，喜欢极乐世界，厌恶娑婆世界。这不是分别吗？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，取舍若饥，与不取不舍，亦非一者。啊，盖舍之若饥，则万缘放下；六根极净，取之若饥，则六字洪明；一念单体，如是念佛，何益与不取不舍？故云：也非一者。这一段讲得好，
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。又《弥陀要解》里的说，要解是阿育大师大语，是不从事去学，但上不取不舍，即治理非事，既非于事，理也不远了。如果通达全是戒理，则取一戒理，舍一戒理，一取一舍，无非法界。如是妙谛，实非勤俭所能及。勤俭对面是智见，勤俭六道凡夫啊，里面带着有勤有欲，啊，菩萨般若智慧现前，情欲没有了，啊，凡夫见的幻想，菩萨见的真相。妙谛是真相啊！妙在哪里？有无一体，生灭一体，生灭同时有无。不易，啊，放下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根本就不可得，是放下什么？实在讲，放下对于勤俭的执着。勤俭的是四相，只要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对了。那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。啊，有分别执着，啊，是凡夫之心。啊，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，啊，确实他没有了，他有习气，这桩事情，佛在经典上。也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能够理解，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，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，妙谛就是真理，事实的真相。啊，真理是不二啊，二是假的，凡夫勤俭，不是事实真相。
事实真相是妙谛，我们见不到啊。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，由于仪器的进步，发现了量子，啊，原子、电子、粒子不是最小的，啊，中子、微中子，也叫量子，这是最小的。不能再分，再分没有了。佛法叫做灵虚尘，灵是灵虚，灵虚是灵虚是空，所以你不能分，分它就没有了。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，看到了啊，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，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跟佛经说的一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心想它就现，先不想它就不行。妙谛啊，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，想法也错了，对待的心态也错了。真相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不能说大，不能说小。为什么？大中有小，小中有大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四性里头，没有一法是对立的。那一法中一法是一体，不是对立，是一体。体是什么？体是本性，当人自性，就是我们自己自性。自性是一个，是相同。十方诸佛如来自性跟我的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弥陀释迦的自性跟我的自性也是一，也不是二。啊，动植物的自性，六道众生的自性，都是一体。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啊！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，所以欧耶大师说的好，若达通达，真的是通达，若达全思即离，则取一切离，舍一切离，一取一舍，无非
法界，如是妙谛，是非勤见所能及，求生尽刹，至心心要，愿生彼国也。这句话重要，我们求生净土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至心心要，至心真心，不能用妄心，用妄心功夫不得力，跟极乐世界不相应，所以这个愿会落空。如果用真心，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。换一句话说，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，不圆满。菩萨用到真心，但是也没有圆满。成佛就圆满了啊！所以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智，见性之后到哪里修行？他们到十宝庄严土，这个地方通通是正法身的人修行的道场。在这个道场里面见到化身如来、报身如来啊，从化身现报身，现报身是为度报身菩萨，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，他的方便有余土，凡圣同居土，都方福向十宝土，所以成为七罗啊。我们要真的向往，至心心愿，心愿乐，愿生彼国。如是求生，实乃举我戒耳一念心愿，投入弥陀无边愿海。一切舍彼一尘，无边愿海。翻过来看，入我戒而一念之中，你看我这一念，佛一尘无边愿海，合而为一了。是故生念必生，有愿必满啊，这才能把这两句话肯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生念必生，有愿必满，只要你想去，一定可以满你的愿。去佛菩提，因中即法，菩提心果上之时，必不佛位，究竟菩提，果上就成佛啊。因上是发菩提心，果上是成佛。
须佛菩提是果啊。以上六句即是经经之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如宗而修，故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不行，可以说字字句句一个字不能放过，一句不能漏掉，真正是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圆证无上菩提。决定不是假的，佛不是用这些话来哄哄我们，不是的，句句都是真话。我们要牢牢记住，认真努力，心愿持名啊，把我们的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念掉，感应就现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